讲放射物质对人体有益，你觉得那个驻日代表是在帮日本说话吗？起来讲话的人吼，腰拢未酸啦，也未痛啦。没有用同理心来了解台湾人对核废水的排放的担忧，这进入官员这是唔对的。有一份证据，咱来讲一份话，咱要用国际最高的标准来看待这个事情。然后，民进党政府要很清楚地告诉民众，怎么样面对，这才是一个政府官员该做的事情。问一下，就是说怎么看今天日本中午的时候这个核废水就要排放，那大家还是对这个安全有疑虑？还有之前你讲的这个，如果台积电还要再发展的话，就不能没有核四，但是台电已经反驳，他说我们已经公投，已经不能重启核四了。第一点呢、这个日本这个核废水的问题啊，我想是这样的，我们期望说日本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嘛。啊、所以一定有国际原子委员会、原子能委员会会去做相、必要的监督。我倒觉得这样来、这就是敦亲睦邻，就是说其实其他国家都有疑虑，所以应该是日本政府应该把那个数据公开给大家示意的。我相信日本政府跟国际原子能委员会都不会说太离谱了、所以重点就是说政治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嘛、我相信你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不提供数据让大家来相信呢？所以这是个沟通，还是一样嘛，政治是一个沟通的过程的、所以这点是我们呼吁日本政府要注意的地方。那个电的问题是这样的，电不够就是不够，你就算你公投够了，可是我们就还是要，所以说理性务实科学，其实下一任的台湾总统最重要的事情，很诚恳的、很诚实的面对我们台湾要面对的问题。
台北市没有缺电，台湾没有缺电吗？总会没有。我当市长我就很清楚啊，东西门路计划我有28栋大楼被限电呢、啊，我怎么没有？所以我们还是很诚实的去面对台湾要面对的问题嘛。2025台湾没有办法做到汇合家园嘛、啊，做不到就做不到，我们就诚实的面对问题，看怎么解决嘛。啊，你每天喊口号啊，问题也没有解决。我看关于就日本现在传出说他们要可能这个月就要排放核废水，但是连这些国家都有做出抗议，唯独台湾政府好像都没有反应。我讲这些议题我们已经在2年之前就已经讨论了，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真的还是呼吁中华民国政府，民进党政府应该站在2350万人的立场上坚定的发声，并且捍卫我们的主权以及捍卫我们民众的权益。该发生的我们真的不能退让，不能因为任何政府任何国家而有不同的态度。我想以中华民国我们国人的权益为第一优先顺位，这是任何政党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都应该要负起的责任。那就想请教，台湾就日本说打算提前到这个月就要排放核废水，那显然就是周边国家没有办法接受，像这日本他们自己的渔民出来抗议，那韩国政府和大陆政府外交部长他们都出来说谴责说日本像这样子说自己要排放核废水，但反观我们的蔡政府好像至今都没有任何的表态，看起来好像就是不关我们的事一样，但是明明就已经会影响到台湾，会不会觉得我们应该要有所表示？其实日本要排放核废水哦，其实已经吵了非常久的时间。那么日本虽然一直说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连自己的日本渔民都没有办法说服，所以现在很多日本的渔民渔业团体到现在为止都是反对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周边的国家，包含南韩、中国，甚至菲律宾都表达了抗议，但是唯独台湾闷不吭声啊。那么台湾对于大哥哥的作为啊，看起来就是一副默默接受。但是这一点呢，其实是违背台湾的主流民意，因为第一点，那么尤其在这个附近海洋的污染问题，日本渔民抗议，请问一下，台湾的渔民会不会抗议呢？那么而且台湾本来就吃很多的日本的渔产食品，那么现在也传出啊，比如说像中国大陆他们反对，他们说只要排放核废水，比如说香港就一定就全部禁止日本的这个渔产品，那请问一下。台湾呢？台湾不但不敢禁止，甚至连发声都不敢。所以我觉得，今天即便我们要，希望能够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是呢，也不能够牺牲我们渔民的权益，也不应该牺牲我们的食安，不需要低声下气到这样的地步。是的，因为之前这个核废水被专家发现说，像它这个有64的这个碘的，等于说碘一二九严重超标，然后甚至还有这个致癌物49、16都有严重超标问题，代表这个日本的核废水并不是安全的。在日本的这个核废水排放，他们一直说这个是会经过处理的核废水，但是呢，现在事实上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解决氚的问题。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原子能总署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核准呢。可是日本现在开始在做所谓的试营运，那么如果最后一旦排放日本核废水，也有专家说大概1年的左右，这些核废水就会流到台湾附近的海域。那个时候我们该如何自处？如果到时候证明这个核废水事实上他们没有完全的处理，还是去含有一些有害物质，甚至是致癌的物质甚至是氚，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跟台湾民众交代？那更不要说，其实台湾的渔产品不只是我们自用而已，台湾渔产品也有外销。那这未来如果真的也影响台湾渔产品的外销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因应的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通通没有看到，反而只是说对于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视而不见，假装没有发生。我想就如同这个蔡英文总统自己所讲的，是不是装睡的人叫不醒？